할렐루야 찬송가 305장을 부르시면서 어버이 주일 대예배를 준비하시겠습니다. 찬송가 469장을 부르시겠습니다. 깊은 데서 맑은 가락에
一同默祷将父母主日大礼拜献于父神。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阿门。一同起立唱诗四十五首一节。属主众仆人，须述主恩情，处处要宣扬救主奇妙名。耶稣得胜，圣名配受人称颂。救主国度荣显，治理万国民。请翻开启经文七十二篇。父母主日，当孝敬父母。我儿，要听你父亲的训诲，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你要听从生你的父亲，你母亲老了，也不可藐视他。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阿门。一同告白使徒信经。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独生的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门。请做回归一周，做悔改祷告。할렐루야사랑해주아버지하나님지난한주간도주님의은혜와사랑가운데지켜주시고보호해주셨다가오늘도주님앞에신령과진정으로예배드릴수있도록축복해주시오니감사를드립니다하오나지난한주간을돌아봅니다우리가보고듣고말하고생각하며마음에품고행하고느낀것을돌아볼때에진리로선으로사랑으로믿음으로하지못한것이있다면이시간에우리의대언자가되시는예수그리스도앞에자복하오니주님의보혈의피로깨끗하고정결하게씻어주시어서이시간의예배들에게합당한중심이될수있도록역사해주시기를원합니다마치는시간까지주의성령으로능력으로함께주옵소서감사드리며우리주예수그리스도이름으로기도하옵나이다아멘찬송가一同唱三百零五首之后为了礼拜由七教区长李成书牧师做代祷一年四季有春风吹来我们齐来接待慈爱父新鲜的磐石也真坚固我的家是开心的乐园真心感谢以马内利我的家只服侍耶稣
真心感谢以马内利，既蒙福又快乐的每一天。我们享受着父母的宠爱，弟兄姊妹用爱绳索相连，大家同甘共苦共患难，一间小小草屋就是天国。真心感谢以马内利，我的家只服侍耶稣。真心感谢以马内利，既蒙福又快乐的每一天。早间和晚间一起劳动，全家人皆付出皆辛苦，围坐在一起分享幸福，这里就是我们乐园。真心感谢以马内利，我的家只服侍耶稣。真心感谢以马内利，既蒙福又快乐的每一天。哈利路亚，配得尊贵荣耀赞美的三位一体的父神，将感谢荣耀赞美归于您。今天迎来蒙福的主日，全国全世界因感谢救主的恩典，又为了高举神圣的圣名在做礼拜，求父悦纳。在人类耕作的末时，本教会父神建立本教会和牧者，以圣洁的福音和全能来向全世界传扬得救之道，引导无数灵魂走向之路，而且又引导无数人走向耶路撒冷，将感谢荣耀归于我们的父神。父神通过宝贵的祭坛，父神尽情地成就父神的旨意，今天又引导我们来到殿当中献上礼拜，感谢您。在主日每次主日大礼拜的时候，我们听这样的话语，感觉到了如果不是主的大爱，那么可怕的刑罚谁也无法躲避。当想到这一切的时候，我们感受到了不愿一个灵魂掉进那火的地狱的父神的心意。当牧者见证话语的时候，我们圣徒们要更加领悟父神带给我们的不是恐惧战惊，而是要让我们更加警醒祷告。因此我们不要盼望这暂时的世间离弃所有的黑暗，只盼望新耶路撒冷努力前进。求父帮助我们，也求父赐下圣灵的充满。父神所建立的植物单行今天这一个月当中也在担当教会的事情，求父赐他更大的全能来保障他，在恩膏聚会的时候也通过他能够尽情的成就，荣耀归您。
主持礼拜的我们张承志牧师，求父神赐下圣灵的感动。有伊玛内利唱诗班的献诗和一些管弦乐团的演奏，也求父悦纳。今天也全国全世界通过机械电视、因特网和通过 YouTube 各种媒体一同做礼拜的所有的观众和万民的所有的圣徒们，也求父赐下与本教会同样的恩典和感动。为了礼拜所辛苦的工人们，求父纪念赐下天上的奖赏和地上肥美的祝福。父神，在这一周当中，我们现在的圣徒们所在的地方，愿我们都能够更加喜乐，凡事先不住祷告，求父祝福我们，通过这礼拜将荣耀归于您。感谢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今天蒙恩典的经文是马太福音27:1-5。到了早晨，众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大家商议要治死耶稣，就把他捆绑解去，交给巡抚比拉多。这时候卖耶稣的犹大看见耶稣已经定了罪，就后悔，把那30块钱拿回来给祭司长和长老，说：“我卖了无辜之人的血是有罪了。”他们说：“那与我们有什么相干？你自己承担吧。”犹大就把那银钱丢在店里，出去吊死了。有伊玛内利唱诗班的献诗和一些管弦乐团的演奏之后，我们来听准牧师的正道《地狱》第14讲。
亲爱的各位圣徒，全世界及全国之教会各位圣徒，至圣殿各位圣徒，全世界通过因特网做礼拜的所有圣徒，各位基星观众，今天是地狱第十四讲。上一讲讲解了下阴间四个阶段刑罚中的第三阶段的刑罚，并介绍了遭受第三阶段刑罚的代表人物本丢比拉多和扫罗王。今天讲解第四阶段的刑罚，回顾本丢比拉多审问主耶稣的场面。对犹太人的控告，耶稣没有做任何解释。于是比拉多在约翰福音十九章十节督促耶稣说，你不对我说话吗？你岂不知我有权柄释放你，也有权柄把你钉十字架吗？耶稣回答说，若不是从上头赐给你的，你就毫无权柄办我，所以把我交给你的人罪更重了。也就是说，生死祸福都在于神，如果神不允许，也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即使是有权势的人物，如果神不允许，就没有杀害和拯救的权利。所以把我交给你的那人罪更罪了，就是说比拉多并没有抓捕耶稣或释放耶稣的权利，只是时候到了，神允准而已。比拉多并没有生死大权，接着又说了一句意义深长的话，所以把我交给你的那人罪更罪了，罪更重了。究竟是谁把丝毫无罪的耶稣推到比拉多的法庭呢？正是大祭司长义火和出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加略人犹大是耶稣十二门徒之一，他以银价三十两把自己的恩师耶稣出卖给大祭司长义火。比拉多遭受的是第三阶段的刑罚，而加略人犹大遭受第几阶段的刑罚呢？照着主耶稣所说，比比拉多罪更大的犹大最终遭受第四阶段的刑罚。在前几讲所讲解的一二三阶段的刑罚，那残酷情景想都不敢想，更何况是第四阶段的刑罚，该是有多么残忍呢？遭受此刑罚的灵魂们究竟行了多么大的恶，竟会沦落到如此悲惨境地呢？这是落入第四阶段残酷刑罚的恶，万不可有如此大恶。希望这一讲在大家心中成为更新的力量，生命的火种，奉主圣名祝愿大家。亲爱的各位圣徒，下阴间的四个阶段的刑罚可以分为较轻的一二阶段和非常重的三四阶段的刑罚。落入一二阶段刑罚的灵魂当中，不幸的人占多数，因没有听说过主耶稣或者不懂真理而活在罪恶当中的缘故，落入了地狱。反之，遭受三四阶段刑罚的灵魂当中，曾相信神的人为数巨多。曾经相信神的人为什么会受到这般重刑？正是因为那起初的心变了，背叛了神。因为明知还背叛，明明体验过圣灵却亵渎圣灵，明知是罪还故意犯罪，犯了不得赦免的重罪。身为神的儿女，明知真理行恶，却比不信的人、不懂真理的初信徒更甚。在路加福音十二章四十七到四十八节前半节，主耶稣对此分明警告说，仆人知道主人的意思却不预备，又不顺他的意思行，那仆人必多受责打。就说知道主人的意思，既知道真理的话语，那么也是等于知道神的旨意。那么知道主人的意思又不顺他的意思行的人，就说不是按神的旨意而行的人，必多受责打。唯有那不知道的，做了当受责打的事，必少受责打。不知道这里犯了罪呢，也是罪；
但明知故犯的罪是更大。如此明知神的旨意却故意犯罪，这便是大罪了。大部分罪只要认罪悔改可蒙赦免，但这般大罪却很难得到赦免。罪得不到赦免会是何等结局呢？照着灵界的法则，罪的工价乃是死，换句话说，其结局就是落入永远的死亡地狱。神在圣经中记录有永不得赦的罪，即至于死的罪。约翰一书五章十六节说，人若看见弟兄犯了不至于死的罪，就当为他祈求。也就是说，罪中有至于死的罪，如果犯没有至于死的罪，就是为他祈求劝勉他，让他从罪中回转。神必将生命赐给他。有至于死的罪，我不说当为这罪祈求。就是说最终有至于死的罪，那么旧约新约中说犯这种罪的人不要为他祈求，祈求也没用。那么大家知道什么是至于死的罪，因为旧约新约屡次说明了什么是至于死的罪。那么如果是不信不是初信徒呢，就都知道的。犯下至于死的罪，即犯永不得赦免之罪的人们将遭受三四阶段的刑罚。其中罪相对较轻的人受第三阶段的刑罚，罪更重的人则要受第四阶段的刑罚。因此无论何罪都不可犯，尤其至于死的罪万不可犯。至于死的罪即不得赦免的罪都有哪些呢？第一，蒙了救恩却重又堕落，把主重定十字架的情况。希伯来书六章四节到六节说，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尝过天恩的滋味。大家都尝过天恩的滋味吧？又与圣灵有份，就说接待耶稣为救主，领受了圣灵，并尝过神善道的滋味。就说听了真理的话语，神的良善的话语都知道，觉悟来是全能的人。大家常常在这祭坛目睹神迹奇事，若是离弃道理，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因为有过体验，所以都知道，但是却远离神，离开教会，离开神，沉迷于世界。有些人为了重新找回曾经离弃的世间，又找沉迷世间，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重定十字架，明明的羞辱他。大家周围可能有这样的人，他们信主之前有贫困、疾病、家庭不和等各样问题，人生如同风中之烛。接待主之后，领受生命之道，并悔改了过去所犯的一切罪。慈爱的主施恩拯救，圣灵的全能做工，所有问题得以解决。仅凭一次祷告，所有疾病得到医治，贫病交加的人生变成了富足，从死荫的幽谷进入了光明之境。对所蒙之恩感激不尽，在神面前立下一定为神的国、为教会和牧者、至死尽忠的誓言。凡是神家的事都乐意付出侍奉，自然得到众人的认可，领受了重职。在人眼里总是充满热心奔跑，神料在某一个瞬间重返世界，随从世俗的引诱离开了教会，反而比认识神之前陷入世俗的污秽更深，放纵情欲比世上的人更甚。如同彼得后书二章二十节说，倘若他们因认识主耶稣基督得以脱离世上的污秽。也就是说，在我们接待神之前不知道真理和罪是什么，但现在接待神听神的话语，知道了罪是什么，
所以现在离开了罪，就这样因认识主耶稣，主救主耶稣基督得以脱离世上的污秽，就是说离弃了。后来又在其中被缠住制服，他们幕后的境况就比先前更不好了。就是说如果被迷惑重新爱曾离弃的世界，幕后的境况就比先前更不好了。蒙福后再次沉迷走向死亡，就会陷得更深。疾病得医之后也是再次陷入时间，就会生更大的病。有的人为使自己正当化，甚至辱骂教会，诽谤神人和圣徒们，行更大的恶。有的人甚至甘为撒旦所用，用各样的诡计企图拆毁教会。这是多么大的罪呢？这些行径让不信者看到，给人印象就是教会里的人更坏，教会也白白被辱。这是多么不荣耀神的行为呢？教会为基督的身体，这种行为是无异于吐唾沫在主的身上。所以这些堕落的人就是犯了把耶稣重钉十字架明明羞辱的罪。我们接待主之前都是魔鬼的儿女，与世俗为友，已经把耶稣钉过一次十字架。是主耶稣先爱了曾为罪人的我们，替我们在十字架上舍命。蒙此大爱做神的儿女，重又堕落，与世俗为友，这就是把主重钉十字架的罪。因此这样的灵魂得不到重新懊悔。若不是刚刚蒙救恩的出信徒，而是体验过各种圣灵恩赐、惊人的全能并天的滋味，且听过很多这里知道的人，就更难得赦免。结果便是永远的死亡、地狱的刑罚。各位圣徒，至于死的罪，第二，得知真道以后故意犯罪的情况。即听真理之道，什么是罪，什么是义，有审判。也就是说，得知真道以后故意犯罪，明知是罪还故意犯罪。希伯来书十章二十六节到二十七节说，因为我们得知真道以后，若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我们圣徒们一定要铭记在心，这是罪，这不是罪。那么大家听真理呢，都是知道的。有些人明明知道那是罪，却还在犯罪。还有我们年轻人，再没有赎罪的祭祀了，也就是说不能得神饶恕，无法悔改，唯有占据等候审判那和众那烧灭众敌人的烈火，就说结果会落入地狱。故意犯罪是指明知是罪却继续犯罪。如果有这样的人，希望今天大家能够彻底的悔改，痛悔认罪。针对这种情况，在彼得后书二章二十二节说，俗话说的真不错，狗所吐的他又转过来又吃，猪洗净了又回到泥里去滚，这话在他们身上正合适。也就是说，神把犯罪后悔改又犯罪又悔改，如此反复的，就比喻为狗和猪。为什么比喻为狗和猪呢？猪洗的再干净呢，也是没有用。如果有泥潭呢，就会在上面打滚。现在养猪呢，都养得很干净了，就是喂饲料。以前在农村养猪的时候呢，却不是那么养。每家每户呢都养猪，那么就是把草割下来放进猪圈里，
那猪呢就在草上大小便，这样草就会烂掉，那么就猪就在上面打滚，就是为了让草烂掉，把草呢放进猪圈里。那猪呢也可以吃草，也可以就是草呢也可以当做肥料。因为还不是有肥料，有肥料工厂做肥料的时候，所以让草烂掉后用作肥料。那么等清理猪圈的时候呢，就会出很多的肥料，然后撒在稻田或田里。所以会放进很多的草，那么猪就在这腐烂的水上面就打滚。那所以呢，给猪洗也是没有用。那狗也是一样，以前在农村呢，就是如果狗饿了也会吃自己吐过的东西，还吃屎。那么不仅是在农村，像50年代、60年代、70年代为止呢都是这样的。那么70年代呢应该会好一些，但是50年代、60年代农村的地方呢是没有手纸的，就洗手间的没有手纸，虽然很少有人看报纸，但报纸都舍不得，连手纸都是没有，所以呢是用干草。在那个年代，所以呢在那个年代有孩子的人家呢都养狗，比如说孩子拉屎了就叫狗过来，那狗呢就会马上察觉到来吃屎，就是说孩子刚拉完屎就来吃。很抱歉，我们年轻人不要倒胃口，所以呢就叫吃屎的狗。那么即使是真导犬，如果从一开始就那样教呢，也会吃屎长大，那么真导犬也会变成吃屎的狗。所以说俗话说的真不错，狗所吐的它转过来又吃，猪洗净了又回到泥里去滚，这句话在他们身上正合适。像这样明明懂得真理，却硬着心放纵情欲，故意犯罪，会变得良心麻木，没有罪责之感，便无法领受悔改的心。也就是说，良心如同被热铁烙过了一般，就说没有良心了，没有善了。没有悔改，当然得不到赦免。圣经明明说，这等人结局就是唯有占据等候审判和那烧灭众敌人的烈火，就说要在恐惧中等待审判的那一天。亲爱的各位圣徒，至于死的罪，第三是亵渎干犯圣灵的罪。记录着主耶稣圣公的四福音书中多处记载，亵渎干犯圣灵的罪是永不得赦免的罪。亵渎干犯圣灵指的是什么呢？例如主耶稣传讲福音当时，看到耶稣彰显神迹奇事，有的人就亵渎说鬼负了鬼王别西卜或魔鬼的工作，诽谤说是魔鬼的工作，负了鬼王别西卜。耶稣借着圣灵的能力彰显了惊人的奇事，因此诽谤耶稣的那些人就是亵渎干犯了圣灵。现今时代这样的人不在少数，口称信神却看到圣灵作工充满了教会就定罪，说是撒旦的工作或属于异端。魔鬼能行这神迹奇事吗？魔鬼能让瞎子睁开眼，耳聋的听见吗？那么世界上有很多魔鬼的儿女，如果通过他们彰显这样的作工，就不需要医院了。魔鬼又让下雨，让雨停下吗？能降低温度，提高温度吗？圣经毫无根据，也毫无口实证据，单单以无法理解为由，反感拒绝论断定罪。如果不是父神所赐来的圣灵的能力，怎能彰显这种超凡的全能的作工呢？
况且因这全能的做工，耶稣基督的名被传扬，神的国度得以扩张，毫无疑问这就是圣灵的做工。抵挡圣灵的工作就是抗拒神的行为。他们既然这样抵挡神，却妄称自己是神的儿女。可是神绝不会认可他们是蒙神救恩的神的儿女。如此抵挡圣灵的人，明明体验了圣灵的做工，还背叛神的人是得不到悔改的心。口中无论怎样悔改，罪强却仍不能除掉。而且死后比不认识主的外邦人罪孽更重，入下阴间遭受三四阶段的重刑。亲爱的各位圣徒，下阴间第四阶段刑罚是怎样的呢？与第三阶段一样，由地狱差役管辖，但是痛苦和残暴的程度却大不一样。那里是刚做人类历史中极恶的罪人受刑的地方，那刑罚该有多么重，可想而知。例如第四阶段的刑罚中，有些灵魂被挂在十字架上遭拷打。我为什么会被挂在十字架上呢？因为他们全都要遭受罪的公价乃是死的这一咒诅的代价。我们原本都是罪人，其实该定十字架的是我们。但是实际定十字架的是谁呢？正是我们主耶稣。加拉太书三章十三节说，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救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救赎我们出脱离律法的咒诅，因我们主替我们背负十字架，救赎出我们脱离罪的公价乃是死的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记着，凡挂在木头上都是被咒诅的。所以说我们的主被挂在木十字架上。如此耶稣被挂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而死，为我们代赎了因罪所带来的一切咒诅。落入第四阶段刑罚的灵魂们与这赎罪的恩典完全无关。提摩太前书四章一二节说，圣灵明说，在后来的时候必有人离弃真道，听从那引诱人的邪灵和魔鬼的道理，这是因为说谎之人的假冒，这等人的良心如同被热铁烙惯了一般。各位，那谎言呢，大家都不要说，不要说是因为小小的谎言就可以说，不要说因为是白色的谎言就想说谎，哪怕是小小的谎言最好不说，习惯了的话就会成为大的谎言。如果离弃说谎的习惯，就会成为不说谎的人，那样会得到多少神的爱和信赖呢？这次经文，有些人都是良心如同被热铁烙惯了一般，成为仇敌魔鬼撒旦的奴仆，敌对神的人，就是把耶稣钉十字架的人们。所以被挂咒诅的象征木十字架上承担自己的罪过，其中代表人物就是人们熟知的叛徒，代称加略人犹大。他亲眼看到披戴肉身来到世上的神子耶稣，成为耶稣的门徒，深得施爱、受教真理和良善之道，亲眼目睹并体验了主所彰显的惊人的神迹奇事。已埋葬三天了，已腐朽的他因接受祷告复活了。他但因终未离弃贪欲，成了一个被撒旦所操纵的人，将恩师耶稣，即神的儿子耶稣出卖给犹太人。后来他看到耶稣受难就毁于当初，但为时已晚。当时他多么痛悔呢，并且把钱还给收买他的那些人。
虽然当时痛悔悔改的灵却仍没有临到犹大身上，他的罪带何等沉重可想而知。加略尔犹大无法忍受心灵的痛苦，最终上吊自杀了。这人用他作恶的工价买了一块田，以后身子扑倒，肚腹崩裂，肠子都流出来。使徒行传一章八节生动地记载了他的最悲惨结局。那么为什么圣经记录这样记载呢？这是为了说明出卖自己的恩师救主耶稣的罪有多大。所以他悔改后拿回来钱，但他因无法忍受上吊自杀。经上记载，因上吊自杀或掉下来，就肚腹崩裂，肠子都流出来。圣经记录着他最后死的有多惨。加略尔犹大在第四阶段下阴间的无数个十字架当中，被钉在最前的一个十字架上流血，因他为首，最后其后排列的十字架则钉着与神为敌、罪恶极大的许多灵魂。这阴森可怖的情景让人不禁联想起经过战争或被摧毁一切废墟上的公墓，或是悬挂着牲畜尸体的屠宰场。各位圣徒，十字架的刑罚在世间最为惨烈的刑罚之一。钉在十字架上的人在痛苦和耻辱中被挂数十小时甚至数日，手脚被钉十字架上，承受皮肉被撕裂、虫子被叮咬伤口的痛苦折磨，在炎热的阳光下慢慢的流血，流尽鲜血，以致精疲力竭。受刑的罪犯情愿以求速死，早点结束痛苦。这十字架的刑罚的目的是让人看到罪犯悲惨的结局后起到警戒的作用，因此那刑罚的惨烈达到了极点。包括加略尔犹大被钉在十字架上的灵魂们，直到大审判的那天，最长数千年之久一直要挂在十字架上。加略尔犹大的头上还被戴上了用荆棘冠编成的冠冕，缠绕在头上的荆棘刺会继续成长，以致穿破皮肤，钻透头盖骨，刺进软组织精髓。十字架下面还有蜷伏如兽一般的生物，仔细看是被打入第四阶段地狱的其他灵魂，他们也都是与神为敌、行大恶而落入地狱的灵魂。因遭受严刑拷打不成人样，这些灵魂在加略尔犹大的十字架下面遭受地狱差役们的枪刺拷打，他们受刑也会尖叫着用枪猛刺加略尔犹大。他们越痛苦，这些地狱差役就越发施虐，而他们更加用力猛刺加略尔犹大，受刑越重，越是恶毒、报复、泄愤。堕落的天使、地狱差役们戏耍捉弄加略尔犹大，这就是卖主求荣之人的下场。他竟然帮我们做事，做得好，太可笑了。加略人犹大不仅遭受残酷所致肉体的痛苦，还要经受精神上的折磨。他要将出卖神子儿子、神的儿子受神咒诅的罪永远记住。每当渐渐长长的刺入头颅，尖锐的枪刺进身体的时候，那记忆就会越加清晰且再现。可能会大家有一个疑问，自杀的灵魂是不是会变成鬼游荡在这地上呢？而加略尔犹大为什么会在下阴间呢？对此，与扫罗王比拉多势力在一起，在下一讲给大家进行说明。下面说结论。亲爱的各位圣徒，被召为耶稣的十二门徒之一加略尔犹大初见耶稣的时候，心里也一定火热。使徒行传一章十七节说，他本来列在我们数中，并且在使徒职任上得了一份。照此，犹大身为耶稣十二门徒当中的一员，本是担当使徒任职的人选。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他觉得耶稣离他所想象的君王形象越来越远了。
如果认为耶稣是以色列的王，作为跟从耶稣的门徒，那么他自己也有一定的权势，他满心期待，但后来发现却不是自己所想象的那样，根本看不到成为王的机会。相反，人们到处都要抓杀害耶稣，说耶稣疯了，竟说些不好的话，什么疯了，又说是迷惑人的。原本期待跟随耶稣能在肉体上得到许多益处，但实则不然。他开始从自己管理的钱柜中一点一点偷取钱财，以此来满足自己贪心、己意和贪欲，使他越来越疏远耶稣。大家也绝不能做这样的事情。像不管是机关还是机关的会费，还是其他的会费呢，如果是私自使用会费或使用后再返还，这种事大家绝对不能做。那是以主的名义收的钱，都是属于神的钱。如果是私自使用教会财政，再比如有些人买东西，那么买，比如说买100韩元的东西，那么讨价之后呢，是支付了90万韩元，那么剩下的10万韩元呢，这个差额呢就进入了自己的口袋。那是神的钱，当然应该返还财政部，可自己却花掉了，这是属于偷盗。这些事情呢，绝对不能容忍。无论金额大小，都会加上偷盗的代名词，绝对不能有这种事。过去神向我解析十诫命的时候说，如果是属肉的子女使用自己父亲的，但未经允许使用，也属于偷盗。因为我知道这些道理，所以呢，到目前为止，我虽作为教会的堂会长有权限，但一次也没有使用过。从开头到现在，如果是教会的钱，我一分都没花过。以致将自己的恩师神子耶稣以30块钱奴仆的身份出卖，尽管耶稣对他恒久忍耐等待，他也没有回转，自弃荣耀的门徒之路，成了叛徒的代称。自弃将来在天国与主耶稣同享荣耀的机会。各位圣徒，还未完全脱去自己的意、贪欲等人，切愿早离弃，与我共享真正平安和幸福，以及新罗萨冷所有一切的美好。奉主圣名祝福大家。思考话语，一同做祷告。할렐루야사랑의주아버지하나님오늘은지옥14번째말씀으로아래등부4단계형벌에대해말씀을들었습니다아래등부4단계의형벌을받는사람들은사망에이르는죄용서받지못할죄를지은사람들로서구원받았다가타락하여다시금주님을십자가에못박는경우와진리를아는지식을받은후짐짓죄를짓는경우성령해방모독거역의죄를범한사람들입니다아래등부4단계의형벌은지옥사자가형벌을직접주관하며인간경작일에가장극악한죄인들이형벌받는곳이니그고통이정도가참혹함이아래등부3단계와는차원이다른큰고통이라하셨습니다그러므로결코사망에이르는죄용서받지못할죄를짓지말아야하며하나님을경외하고그명령을지키어하나님의형상을회복하여아버지하나님의기쁨이되는우리모두되게해주시옵소서감사드리며우리주예수그리스도이름으로기도하옵나이다아멘接受准牧师为患者做的祷告，把手放在疼痛之处、软弱之处接受祷告。没有疼痛之处的人，请把手放在胸前，为心愿、凭信心接受祷告。哈利路亚，全能慈爱的父神，此刻求您亲自按手在所有接受祷告的圣徒们身上，超越时空，坐拥在基线电视观众之上。通过因特网和屏幕接受祷告的知教会、知圣殿以及全世界的神儿女们之上，
赐予他们从心里相信的信心，驱走他们一切否定的意念和疑惑的势力，并驱走一切试探和患难。求父用圣灵的火原本的光焚烧并医治他们从头到脚五脏六腑每根骨节全身神经组织细胞等一切疾病。奉耶稣基督的名斥责抽的魔鬼撒旦以及疾病病菌软弱都退去，光啊进入吧，求父用圣灵的火将所有绝症顽症焚烧净尽，击退疟疾以及所有风土病，击退感冒、咳嗽、发烧、全身酸痛、流感等各种流行性疾病，任何流行性疾病病菌不能进入，求父保守。求父使胃癌、肺癌、乳腺癌、子宫癌、大肠癌、皮肤癌等各种癌症，以及艾滋病、白血病、脑溢血、高血压、低血压、心脏病、肺病、胃病、糖尿病、妇科病、皮肤病、甲状腺疾病，以及所有炎症也都得到痊愈。也求父使小儿麻痹、中风、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症得以健全，腰痛、头痛、神经痛在内的一切疼痛都消失。癫痫、自闭症、抑郁症、躁郁症、神经衰弱等一切精神疾病也都退去。我吩咐麻痹瘫痪的得以释放，瘫子要起来行走跳跃，模糊的视力要看得清楚，听不清的耳朵要听得清楚，瞎子要看见，聋子要听见，哑巴要开口说话，使各种事故后遗症得以洁净，骨折得到愈合，烧伤烫伤得以痊愈，火毒都退去，热气也退去。父，求您做工，不留下一点疤痕。毒品以及各种药物剧毒物中毒也得以洁净，已死的神经细胞复苏，死人也复生。求父给不能怀胎的赐予怀胎的祝福，得到怀胎的祝福吧。奉耶稣基督的命令，冲地魔鬼撒旦空中掌权的众邪灵都退去，他的差也退去吧。这世上的邪灵、污秽的灵、虚假诡诈的灵，以及挑拨离间、迷惑的黑暗势力都退去，松开一切凶恶的绳，黑暗退去吧，光啊进入吧。求父神赐予您儿女们呼求祷告的能力，离弃罪恶成为圣洁的能力，使他们灵魂兴盛，凡事兴盛，成就家庭福音化。祝福您儿女们一周间从各种事故灾殃中得蒙保守，度过亨通势力的生活。用圣灵的火源，天兵天使烛火恩般的眼目看顾保守所有神儿女们的家庭、工作、事业，将智慧和明泽赐给学生们，赐给他们学习的热心和兴趣，保守他们的心思意念不被世界所夺走，祝福他们成为火热爱神的学生。祝福您儿女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为荣耀您的名而行，从而度过蒙福的人生，使他们都能见证我遇见了神，体验了神，得到了应允，得到了祝福。父神，感谢您将荣耀归给您，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一同唱万民赞美199首，把准备好的现金献在父面前。哥伦比亚，加拿大，泰国，马来西亚，义山万民教会，马山万民教会，西山万民圣洁教会，天安万民教会，安山之声殿，丽水，青州，平泽，群山，海南，昌原，哥伦比亚，光州，圣地亚哥智利，法国，首尔，住宅，
克西马尼祷告处大田万民教会西山万民圣洁教会马山万民教会来到本教会新登陆的圣徒和因特网登陆的圣徒真心欢迎大家教会消息准牧师的著作以西林格城市来做礼拜挪威语版和菲律宾他家陆语版电子书发行外民新闻韩国语993号英文734号汉语617号西班牙语300号新闻因特网发行外媒新闻第一版刊登了哥伦比亚外媒教会创立11周年纪念礼拜和父母主日纪念以及儿童主日庆典活动等国内外消息第二版刊登了神是爱系列第10向着圣洁的话语第四版刊登了企划纪事说是坐向生活因不做内心割礼而出现的现象以此来检查自己的信仰状态的企划纪事第四版刊登了通过恩膏聚会56年的便秘得医治的爱尔大大12教区将企划执事和肩周炎更年期症状脚脖痛症得医治的11教区的正在洗执劝示还有通过劝导手帕祷告女儿的先天性的面部畸形得医治的委内瑞拉一位圣徒的见证准牧师的信仰专栏定期刊登在首尔新闻基督教小学新闻5月份高聚会在26号中午这一礼拜是由李守真牧师引导举行患者报名日期是截止日期是今天将举行2023年万民赞美大赛愿与万民将以荣耀归父神的圣徒均可报名报名对象是本教会国内外之教会学生以上可分为独唱二重唱视频提交到5月14号到28号请写自己的姓名所属和联络方式极限电视重新改版了万民电视周刊医治见证将举行第22届背诵经文大赛考试范围是2022年7月到2023年6月份的365个章节第一次模拟考试在6月4号第二次模拟考试在7月2号主日预选赛是在7月16号主日下午2点是因特网现场直播网络现场直播决赛是在9月3号主日晚礼拜后在现场举行主任牧师的著作在室内各大书店有售也有电子书以及有声书销售希望圣徒们为向成长和传道宣教多多利用以下消息请参考周报一同在唱199首依山北部之声点九里之声点水源之声点九里之声点一政府之声点水源之声点富川光明龙仁平泽大邱泰国
马来西亚光州万民教会、义山万民教会、青州万民教会、天安万民教会、马来西亚密阳万民教会、金海万民圣洁教会、为了现金做祷告，父神向您献上十分之一，献上感谢现金，生日感谢现金，献上各种感谢现金，献上救济赞助宣教现金，圣殿建筑现金，基金电视宣教现金，献上许定的现金，求父亲赞手赐下雷摇带按上肩下来的祝福，成就所有的心愿，祷告和祈求也赐下应允。家庭事业求父保守祝福我们，使我们更增加十分之一和感谢的条件，所行所重求父赐下30倍、60倍、100倍以上的祝福。感谢主，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接下来欢迎新友，当我点到大家姓名的时候，请大家站起来做祷告，欢迎大家。首先是因特网登录的圣徒，马来西亚吴在勇、원창순 권사님이 인도하신 왕성웅 용 성도님, 안명화 구역자님이 인도하신 신소하 성도님, 조은영 집사님이 인도하신 정승원 어린이, 기도하겠습니다. 做祷告。神的儿女登陆到世主身体的祭坛，此刻在天上也应众为万民中央教会的羊，求神赐下灵魂兴盛、凡事兴盛、身体健壮的祝福，帮助他们站立在信心的磐石之上，加增他们胜过这世界的力量、恩典、能力，被圣灵充满，祝福他们成为恳切寻求主、遇见主、体验主、荣耀神的儿女，成为爱主又蒙主喜爱的儿女，直到进入主的国度。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奉主的名欢迎大家一同起立，准备是以祝祷结束主日大礼拜。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始终与我们同在的父神无微不至的慈爱，以及使我们认识耶稣基督将我们引入公义中的圣灵的感动、感化、交通和充满，临到此时聚在一起做礼拜的所有圣徒之上，阿门。